基治疗极危难重症。《伤寒论》也叫做《伤寒出病论》。所谓出病，就是急性病。可以起死回生的中医经典，所以陈伯卫先生说《伤寒》是治病书。清代的《四库全书》有一本叫《四库全书书目提要》，里面介绍《金匮要略》的时候，这本书说：“仲景书但得其一知半解，便可起死回生。”可见我们《伤寒论》在历代的医家心目中是多么重要，在临床上是治疗极危难重症的一本临床的实用的书。那么麻黄鸡是我们经方里面核心内方其中的一首一类啊，其中的一类重要的内方。在《伤寒论》里面，少阴病、太阳病、阳明病、厥阴病里面都介绍，都有麻黄鸡，都有用到麻黄鸡。在《金匮要略》就更多了，说明了我们那个麻黄鸡不光是用在太阳病，而且在阳明边啊、厥阴边、少阴都有用麻黄的机会。尤其是一些不显眼的方剂，其实是救急扶危的药方，所以麻黄处处有惊喜。比如我们从方证里面就可以看到，麻黄汤原来是在太阳边的，但是在《金匮要略杂病方》里面有一首叫还魂汤。还魂汤是救初始科无始，其实就是麻黄汤，所以麻黄汤可以起死回生。金匮金石里面也这么说啊，他讲到麻黄鸡的时候啊，陆先生说：“此方为起死回生之神机，还魂之名成不。”而有坐出而死，至二三日不醒的，见可起之。啊，余常执小儿发热昏沉，勿发其汗，食不勿衣。起症若遂用金石老泻，不为不醒，反而饮邪生日，或在反讲之间。他就是说，有时候昏迷的病人用金石老泻，就是一些比如安宫牛黄丸啊、治宝丹啊等等，
不一定有效，但是用我们的麻黄鸡的时候啊，就十步误一。鹅肝汤也是常用的一首方，在太阳边里面是治太阳病向背抢输输，治什么呢？治静病。静病就是默不脚趾，就是脚弓反张了啊，口径啊就那个昏迷了，不能讲话了啊，抢急性的啊那个的啊，所以啊治什么呢？太阳病静病啊，那个静病分肝静跟油静，肝静就是最严重的一种啊啊，抽筋啊，那个强啊，无汗小便烦，并不得语，遇着肝静啊，这个时候啊，那个就用葛根汤啊，说明啊是一个那个用葛根汤这身麻黄鸡是啊那个治疗肌微重症。麻杏石甘汤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什么那个风热外感啊什么什么都可以用啊，那个新冠肺也用到那个麻杏石甘汤。其实麻杏石甘汤啊治疗汗出而喘无大热啊，可与麻杏石甘汤啊，《伤寒论》里面两个条文都用了这个麻杏石甘汤。但这个汗出而症呢，其实是一个重症啊，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呼吸衰竭啊、重症肺炎等等啊。麻黄生麻汤啊，357条，我们看的条文呢，都知道是一个。为难治，怎么呢？他说伤寒六七日，大夏后串脉沉而迟，手足厥意，下部脉不治，咽喉不利，就是扶阳脉都没有了，我们的教科书把那个麻黄的功效重点放在什么呢？发汗、平喘、利水这三个方面。其实啊，我们临床的医生啊，这三个功能，麻黄的三个功能都用得不是很普遍，最多是用在什么呢？平喘止咳啊，发汗就不敢用啊，利水又啊不敢用到那个麻黄啊，所以啊。那个把我们呢、啊、现在把结合我自己的啊那个经验，把麻黄的功效归纳成那个八类。一就是乏汗解表，第二就是平喘啊，第三就是利水消肿啊，乏汗那个解表的比如大青龙汤啊、麻黄汤啊，平喘比如小青龙汤啊麻杏石甘汤
利水消肿，越脾止痛。其实啊，麻黄鸡可以止痛，麻黄汤可以止痛啊。那个条文里面我们啊一些啊那个症，有四个症是痛的啊，可是所痛啊止痛的那个就是振奋沉阳，阳气不能啊那个那个受压啊，那个不能那个发挥作用，比如少阴病啊阳气被压，那个时候呢我们要用麻黄振奋啊，振腿起肺啊，比如啊那个续命汤啊，破针尖直坠，就是活血化瘀散结，比如我们的阳和汤，开窍还魂，麻黄鸡都可以开窍还魂，所以金匮要略的还魂汤其实就是麻黄汤。我刚才说到的那个葛根汤其实也是啊，那个用麻黄最重的好像是大青龙汤、越脾汤。大青龙是六两，如果从一服药的用量来看，其实仲景用的最重的是麻杏石甘汤。有些人认为麻杏石甘汤用麻黄很轻，其实不然。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无大热，可与麻杏石甘汤。啊，第162条说，下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无大热，可以麻杏石甘汤。那么这个方式怎么呢？是用麻黄四两啊。方后怎么说啊？上四味以水七升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辣猪药，煮取二升，去渣，温服一升。但是有一个括号，我们先阳气那个受压啊，那个不能那个发挥作用，比如少阴病啊。阳气被压，那个时候呢我们要用麻黄振奋啊，振腿起肺啊，比如啊那个续命汤啊，破针尖直坠，就是活血化瘀散结，比如我们的阳和汤，开窍还魂，麻黄鸡都可以开窍还魂。所以金匮要略的还魂汤其实就是麻黄汤。我刚才说到的那个葛根汤其实也是大概是
400毫升，就是说我们这个麻黄这个麻杏石甘汤本来是说煮取2升，就是说4两的麻黄煮成2升啊，原来是黄耳杯差不多是2升，黄耳杯是2升，就是说服黄耳杯这么多就是一次服完的。所以啊，那个这个麻杏石甘汤啊，我们要注意的是比大青龙汤、月皮汤都要重。大青龙汤是分3次服的，月皮汤也是分3次服的。大青龙汤呢，那个3次2麻黄，服了第一次把煮成3次，煮成3服。就是3升的话呢，每一升就是2两，对吧？但是大青龙汤吃了1升之后，如果出了汗了，就不用再吃下面的了。所以有可能他一天里面只吃2两，但是我们这个麻杏石甘汤呢，一天里面呢是吃那个4两的。所以啊，我刚才说啊，麻杏石甘汤有可能是治疗重症的、危症的，不是一般所说的风热感冒啊什么的啊。麻黄的用量其实啊是量跟效成正比的啊，麻黄的用量也跟每个人的耐受量不一样的啊。有些人啊6颗反应就很大啊，有些人呢那个30颗都没问题。所以啊，我们临床的时候呢，什么时候能重用，什么时候的轻用，对病来说，但对人来说呢，要因人而异，因人而异。所以如果不是急性病，我呢大多是从12颗开始，每天递增，如果有反应了，就退减3颗。每天增加递增3颗，这么慢慢呢，那个病人不知道他能耐受那个多少，对吧？这样就比较安全，比较安全。另外一个我们麻黄那个是除了个体差异之外刚才说的量效的关系绝对的用量也是重要的比如那个绝对的用量呢，就麻杏石甘汤是最重的，大青龙汤是中等的麻黄汤小青龙汤是比较少的，小的三两分3次，麻黄汤小青龙汤3两把它分3次服，其实是每次只服1两，对吧？量不多不是很重第三个就是用麻黄的时候要注意服药的方法第四个才是我们配伍配石膏配桂枝其实这个不是很重要麻黄配桂枝，是不是桂枝助麻黄发汗呢？我觉得不一定不一定
贵之啊，不是因为啊铸麻黄法汗而用的啊。我们那个小青龙汤里面有桂枝，那个麻黄汤里面有桂枝啊，那个大部分的麻黄鸡里面都有麻黄配桂枝，但是不等于啊所有配桂枝都是啊那个助麻黄发汗。麻黄的作用，法汗的作用不是唯一啊，不是唯一啊。有些不需要发汗的麻黄鸡也用桂枝，相反啊，我们麻黄汤是桂枝甘草汤加麻黄杏仁嘛，对吧？桂枝甘草汤是什么？桂枝甘草汤是治心下悸、欲得暗的啊，心下悸啊，那个其实是发汗过多啊，用了麻黄鸡之后，用了麻黄之后出现的一个副反应啊。其人插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暗啊，跳得很厉害，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用桂枝，就要用桂枝加甘草，桂枝甘草汤了。所以我们这个麻黄汤是桂枝甘草汤，为了什么呢？为了减轻麻黄的副作用，不是为了发汗，不是为了发汗。麻黄发不能不能发汗，不是看有没有桂枝，越皮汤没有啊那个桂枝的也能发汗，对吧？第二个就是麻黄不会因为有石膏而减少它的法汗的作用啊。比如麻杏石甘汤，麻杏石甘汤本身就有汗啊，本身就有汗。越皮汤啊，用了石膏不等于没有了发汗的作用。麻杏益肝汤啊也可以发汗啊，但是啊也没有桂枝啊啊，用了石膏越皮汤不等于它不能发汗啊。第三个就是麻黄是一味很有亲和力的药，跟什么类型的药啊都可以同用，比如补气补血，补血啊，温阳温肾补肾啊，那个清热利尿活血化瘀等等啊，都可以同用啊，也可以跟啊止汗的黄芪同用。麻黄的副作用是我们是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心悸最常见的啊，第二个就是出汗啊，因为它能发汗。但是麻黄汤的法汗其实不是那么强力的啊，不要见到麻黄汤就以为他用到麻黄就肯定会出汗，不一定。我们伤寒论里面啊，麻黄汤的服发是要温服的啊，趁热服才能出汗。桂枝汤是要趁热服温服，还要温服啊，还要盖被啊，无汗啊。大青龙汤因为绝对的用量比较多啊，比较多啊，那个六两嘛 啊，所以呢他就那个不用那个趁热喝，也不用那个盖被啊，所以这个出汗呢啊，那个麻黄可以出汗，但是要跟服发
跟量有关，一般不会，一般出汗不多。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不是恶寒发热的，一般吃麻黄都没有汗，有表症才有汗，从汗而解，一般不会。但是用量到一定的量的时候呢，没有表症也会出汗，比如我们的续命汤，续命汤呢就汗出则愈，就说明啊，汗是到位了，出汗是我们用药用量到位了。另外一个就是兴奋，吃了那个心慌心跳那个不能睡觉晚上睡不好经常碰到的一个副作用还有一个就要注意的小便不利，吃了麻黄，麻黄不是可以利尿吗？但是对一些比如有前列腺肥大的老年男性，经常会出现吃了麻黄之后小便不利这个我们临床要注意。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些案例第一就是麻黄鸡止痛。我刚才说了麻黄汤的八大症有四个症是痛的，所以麻黄汤本身就是一首止痛的方。除了麻黄汤之外我们很多方都有止痛的作用。我这里介绍一个就是葛根汤治疗疑似治水积水空洞症疑似的，不是还没确诊。这个女性的患者是2020年11月中旬出现腰腿放射性的疼痛不能认定，后来她的亲戚是我们河南省的一个经方医生，他用了葛根汤，用了几天之后没有效，后来他就在广州，这个病人在广州的一个骨科医院疑诊是积水空洞症，后来又转到广州的一个医科大学，某医科大学当时那个医科大学呢就建议他手术，因为积水空洞症嘛，就但是家人呢就怕手术，所以呢就经过河南省那个经方医生推荐过来我这里。当时12月1号到诊来到我诊室的时候呢，这个病人呢要搀扶着进我的诊室腰部佩戴一个束腰带攀扶着桌子很艰难的站在跟我说说话问他病情，他也不做我说为什么呢我说你坐下帮你诊脉一两秒钟他又站起来了，不能坐坐立不安痛苦的表情说腰以下冷痛我看河南省的那个经方医生也是开那个葛根汤我说对呀，这个病就是葛根汤，不过他麻黄用到15颗了还没止痛所以我就心中有数了，他不是不对症不是用的不对，而是还没到量，因为他只服了3剂只服了3剂，没有继续再加量，所以我刚才说我用麻黄是
从十二颗开始大多啊，第二天就十五颗，第三天就十八颗。那现在他已经用过十五颗了，我就啊心中有数了啊，就用二十颗，因为他下肢要腰以下冷痛，所以我就加了附子，加了白术啊，三剂药，十二月四号就复诊。啊，这个病人已经能自己走进我诊室，没有痛了，啊，只有少少的牵扯感，啊，我们有一个视频，啊，那个啊，这个病人就第二次复诊的时候已经啊不用拐杖了，啊，能自己。啊，自己走得很轻松啊，就三服药，二十颗的麻黄啊，很好的啊止痛作用。后来这个病人到现在没有再痛，没有再痛啊，两年多了，两年多了啊。第二个案例就是一个疑似是发布里病的。什么叫发布里病呢？我都不知道啊，是一个很罕见的病，很罕见的病。这个病人是怎么回事呢？啊，是我们广州一个三甲医院的中医科的主任梁主任，他的病人啊，那2020年2月26号，梁主任发了个短信给我，他说遇上了一个疑难症了，啊，希望我那个帮他辨治啊，提供一些啊治疗的方法，啊，这个病人是什么呢？一个小孩11岁，当时春节前2月嘛，春节前就是前两天，2月10号那时候是。2月10号深夜突然间起三足底疼痛，一两天后疼痛迅速向上蔓延到大腿，啊，足底不敢触碰墙面，不能认地，但平卧时双下肢能自行抬腿上下左右摆动，啊，那个足痛明显，轻触碰就大声呼叫，啊，剧痛难忍，啊，痛成阵发性，发作的时候就痛哭呼号，局部没有红肿，没有发热恶寒，没有咳嗽，没有痰，但是没有咳嗽，但是痰中喉中那个痰多，舌白而黏，当地诊所输液。啊，疼痛无减有增，后来住进了当地的一个市人民医院，完善了脑 CT、腰椎 CT， 检查没有明显的异常，腰穿啊也没有异常，啊，当时考虑是那个格林巴里综合征，用了丙球。啊，症状继续加重，后来转到我们广州市这个梁主任的这个三峡医院的一个儿科神经科里面，当时考虑是那个忽远忽流，周围神经病变，后来最后又怀疑是发布里病，发布里病是怎么啊，是一个那个基因有关的啊，所以要做基因的检查。基因的检查呢，那个要半个月要送去北京的，要送去北京标本要送去北京，所以要半个月才有结果。当时用了多种的镇痛药啊，激素、丙球、神经营养剂。都没有效，啊，
梁主任啊，看到病儿啊，那个整夜痛哭，啊，自己说啊不想活了，想把两个腿砍上来，啊，大便两天没下，腹胀满，啊，这是那个微信里面跟我啊说，后来我就没有看过这个病人，我就建议先用那个月脾加除他。没有大便就加小肠气，啊，那个服了两服了这个方之后啊，那个大便已经通畅啊，就不用那个小肠气，就用那个月饼汤，啊，加重麻黄，啊，这个小孩啊，啊，服了那个月脾汤之后啊，有点效啊，痛少了，但是啊还啊那个痛是减轻了啊，能够那个下地走几步啊，那个做了基因检查要两个星期才有报告，后来呢病人呢就等不了就要求出院转到我门诊啊，转到我门诊，因为啊那个转到我门诊的时候呢，是那天是3月5号啊，3月5号2月26号啊，我们27号开始那个用月脾汤嘛，啊，用了差不多一个礼拜了啊，用了一个礼拜呢，那个到3月5号到我诊室啊，当时呢3月5号的时候呢，是梁主任的学生陪着病人过来，这个小孩啊也是拖进我诊室的，不能走啊，痛苦面容。啊，那个并且眩晕、虚弱感、头不能啊，不想抬，消瘦啊。他的母亲说啊，发病之后到现在不够一个月，已经减了11斤啊，减轻了11斤啊，比较瘦弱了啊。你看啊，在我诊室的这个是啊，在病床里面啊。没精打采啊，那个后来我也看到他不想吃啊，曾经有呕吐啊，足按起腿的时候疼痛负号，一碰就痛啊啊，上肢指尖啊冷啊，下肢就脚的觉得热啊，后来我就用了桂枝小药知母汤加石膏啊。我们桂枝小药知母汤是中风那个金匮要略中风利解编的啊。怎么叫利解呢？就是诸肢解疼痛，身体汪雷，头悬短气，温温欲吐。啊，这个方正条文跟我们这个小孩啊，那个很对啊，这个小孩消瘦了11斤，对吧？想吐啊，那个身体比较瘦弱啊，这个那个利解痛呢，后续都把它归于类风湿啊，或者是痛风啊，啊，但是痛的痛的情况呢比较严重啊，所以啊，后续的医家把这个利解方呢，也叫做白虎利解，就是好像白虎咬一样，很痛，啊，很痛，啊，那个这个小孩的那个病例啊，后来我开了。
这个桂枝小药之母汤用了18颗麻黄啊，因为前面那个月皮汤已经用过的啊，吃了之后呢，下午啊6点钟啊吃了3次药啊，那个我叫他观察心率啊，心率是比较快啊，有短暂的心悸之麻，但是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晚上9点钟发这个视频给我啊，已经能走了，精神多啊好了啊。第二天啊7号啊就上午10点钟也服药了啊，那个下午3点半啊，那个已经没有痛及大腿了啊，也没有足痛了，只有香脚啊会麻一点啊，那个晚上7点钟发个视频给我啊，走得很好，说能吃了啊，吃了白切鸡，味道啊很好啊，但是吃的不多啊啊，那个3月9号啊又继续复诊呢，但是当时复诊呢就腿没有痛了，就腹痛呢，就后来我就建议他回去他们医院啊，那个再看看啊为什么腹痛啊，痛得很厉害。当时我就用了桂枝那个小药之母汤麻黄增加到25颗啊，再加黄芪。那个回到医院里面，那个神经科的主任啊发现腹痛没什么那个解释不通啊，就开了一点啊那个消化的药啊。当天晚上呢还是痛，后来我就停了那个桂枝小药之母汤，就改了那个大建中啊啊，腹痛就没痛了，当天晚上啊就没痛啊，那个就继续吃那个桂枝小药之母汤，3月11号啊继续吃那个桂枝小药之母汤28颗啊，那个患儿至今没有足痛，腹痛没有再发，已经啊回校复课。因为他因为生病啊，春节前就病了，刚好是寒假啊，快要上学了，所以呢就申请了休学啊，准备休学。我说不要休学啊，那个应该那个如果不痛就回学了啊，那结果呢这个小孩呢就复课了，上啊复课啊啊，就是啊啊那个小孩的那个给我的微信，他啊母亲给我的啊。另外一个麻黄鸡还可以镇腿起肺啊，镇腿起肺啊，比如啊我们的现代的那个急性积水炎，我们中医叫痿症啊，内经的痿症呢是食液下注啦啊，肾虚啦啊，那些原因，没有说啊我们那个金匮要略的那个病因啊啊那个治痿独取阳明啊，就是阳明虚啊，补阳明啊。但是我们啊金匮要略的治痿呢是用麻黄鸡的，是用麻黄鸡的啊。我这个案例是一个急性的啊积水炎，这个小孩是6岁啊，儿科啊，也住在一个三甲医院的儿科神经科
会诊，啊，后来请我去会诊，啊，这个病人是2019年啊6月12号啊发病，啊，那个第二次，其实这个小孩是第二次发病，第一次是婴儿的时候已经有啊那个积水炎，现在6岁了，第二次发病，啊，当时精神状态比较差，四肢软瘫，啊，急性的积水炎，已经用了激素，用了丙球冲击治疗，啊，病情没有好转。6月26号，家属呢就要求中医会诊，啊，后来医院就同意了，同意我去会诊。我去会诊的时候呢，那个当时主管的医生是很配合的，啊，那个把病历都那个向我啊那个介绍啊，当时这个病人呢啊呼吸浅出，头汗出，四肢没有汗，躯干没有出汗，啊，目光呆滞，目光涣散，啊，二便不通。后来呀，我就用了一个汗出而喘无大热嘛，啊，我就用了麻杏石甘汤，啊，麻黄12颗。但是我这个方麻杏石甘汤和白虎加人参汤，我这个方到了主管的那个科室的主任里面的，刚好这个主任是学中医，他是西医神经科儿科主任，他看到我的方子的时候，因为他正在学中医啊，他说不行，我这个方不行，因为这我啊，他怎么解释呢？他跟主管医生说，这个病人啊二便不通，是撒娇的病，为什么啊？黄医生用撒娇的药呢？啊，为什么用药啊？要用麻杏石甘汤呢？撒娇的，啊，二便不通嘛，啊，所以要泻下什么呢？啊，后来就不同意用我的方，不同意没有办法。6月26号到7月1号，病情没有好转，病孩的家属呢，就心有点急了，啊，就自己配药，自己拿我那方呢去配了药，偷偷的那个闭室给病人。7月2号呢，就告诉我，啊，服了3次药，眼睛啊能看，那开始的时候不是眼光呆滞嘛，现在可以跟着电视机啊的啊可以动啊眼球啊那个可以转动啊，会应人啊，会听懂部分的语言，意识有所恢复啊，能喝水，能吞些粥啊，那个哭声也大啊，脚呢也动啊，动得比较多啊啊，所以呢后来我就12颗的麻黄我叫他加到15颗啊啊，大便不通就加点那个调味成气啊，到7月4号出汗啊，那个背上就有汗了啊，当时开始的时候就是只有头出汗啊，背没有汗啊，其实因为它是颈段的那个积水炎，所以那个颈部以下瘫痪，没有汗出，二便不通啊，现在通了，大便有了啊，那个用麻黄的用量继续增加。后来到了那个后来这个病人呢就用药用麻黄啊继续
最后用到30克，最后用到30克啊，慢慢好转啊，后来出院啊，出院继续吃我的方啊，就先啊，后来8月最后的记录是8月22号的时候呢，麻黄增到30克，躯干有力啊，能稳坐，可以扶坐站立，这个小孩啊就那个很明显的用了中药之后啊，就情况好转啊，那个这个第三个案例呢，就是振腿起飞的第三个案例呢，这个是一个多发性的硬化的啊，多发性硬化的这个病人呢，是老病号，他是10年开始发病啊，反复发作复发，那个多发性硬化11年间复发了28次啊，整个那个肌肉萎缩啊，那个瘫痪不能走啊，当时是那个这个病人啊后来我就用了那个续命汤，就详细我不介绍了，就麻黄啊慢慢递增啊，最后用到35克，35克呢啊，这个病人后来啊能慢慢啊颤颤抖抖的啊，那个可以那个走路了啊，2021年4月就开始请我那个用那个续命汤的啊，到11月，这个视频是11月18号啊，当时已经能啊那个能走啊，这个病人现在还在用药啊，走的现在很好，现在能每天在家里骑那个动感单车啊，能走，能踩那个10多公里，能踩10多公里，肌肉已经啊那个慢慢长出来啊，那个肌肉萎缩嘛，当时。另外有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是一个我的学生的案例，不是我的，也是续命汤治免疫治疗相关性肌炎，这个病人是用了免疫治疗之后出现的一些相关性肌炎啊，本来他是那个送线瘤，后来手术切除了啊，切除之后又复发啊，那个重症好像重症之无力一样，后来用了西药的那个免疫剂之后就出现啊那个一些反应了啊那个诊断是免疫治疗相关性的肌炎，后来啊我的一个学生啊收进他们医院的那个住院啊，后来用了续命汤，开始他用10克，后来到18克，后来到21克、25克，慢慢递增啊，7月19号到那个8月5号啊，7月19号到8月5号就脱了啊呼吸机了，就不用呼吸机，当时就用了呼吸机的啊，后来啊8月13号啊可以在床上坐起继续用那个续命汤啊，8月16号啊这个病人呢那个有点气短，但是没有用呼吸机了，
啊，眼睛也好多了啊。8月17号啊，看8月17号啊，开始啊下地起坐自如，这个时候麻黄用到30颗啊，本来是不能走的嘛，啊上了复习机的嘛，现在脱了复习机了啊，能走了啊。到8月18号啊，行步基本自如，嗯，啊，起立坐起来坐下都很轻松了，啊，就一个月吧，差不多啊。8月23号，他每天都有一个啊，步履较稳。啊，11月啊，在复诊的时候啊，已经出院了啊。复诊的时候，这个是很好啊，活动自如啊，这是也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麻黄鸡除了能够止痛，能够振腿起肺啊，还可以开窍醒脑啊。我这个案例呢，是一个中暑昏迷的案例啊，《晋贵要略》里面第一篇就是那个进食噎啊，进就是抽筋了，抢急啊，肌肉抢急，脚弓反张，刚才说的噎呢就是中暑。其实这个晋贵要略把进食噎合为一边，有它的临床的意义的啊，因为中暑可以转化暑鼻夹湿，对吧？所以湿跟暑有关系啊。进呢，是因为暑相因，暑病相因之后转化到那个进病啊。进分肝进分油进，我们这个是肝进。肝进是什么呢？是口进，卧不脚趾，脚乱急。我刚才说的啊，用啊口进不得语，用我们现代语言来表达，就是脑水肿、昏迷、肌张力高。那么重景现在这个情况下是治什么呢？还是治暑病呢？还是治进病呢？我们经方啊，有一个思维啊，是自在当下，自在当下，不趋于治暑。虽然它是因为暑病伤因，但是原始的病因不是太重要，对吧？现在重要就是要救命了，救人了。现在啊，那个脑水肿了，昏迷了，肌张力高了啊，那个这个时候啊，那个我们就要按那个肝经来治疗。肝经要怎么啊？立即就要开窍醒脑。大家不要把这个经啊看作只是抽筋，只是那个肌肉抢急，那不要，要考虑到这里的问题。所以我们重景不用安宫牛黄丸，也不用那个治法丹，我刚才说的那个陆燕雷先生那个观点，那重景没有用那个安宫牛黄丸啊，没有用治法丹啊，开窍醒脑就要用麻黄鸡。没有用开窍的那个安宫牛黄丸，
但是也没有用那个清暑啊，也没有用清暑的药，但是用了几下，我以前说过了，伤寒论阳明三极下，其中有一条叫目中不了了，筋不和，这个方丈啊，不是以大便为指征的，但是为什么仲景也要泻煞呢？并且要急下去呢？啊，因为这个时候目中不了了，筋不和，看不见东西，看不见东西，在那个情况下是什么呀？是脑水肿，脑水肿是那个球结膜水肿，脑水肿表现出来就是那个球结膜啊，眼睛啊泪汪汪的，好像我们在急诊室经常看到的啊。这个时候目中不了了，仲景啊就快点急下，不是看他有没有大便用下法啊。那个，所以我们这个案例啊，是借用了葛根汤跟大承气汤啊，脑水肿啊。这个案例是怎么回事呢？是个女性，41岁，是一个快递公司的员工啊。2020年6月25号的时候凌晨。啊，他值班，因为是要装卸工作啊，广东啊很热啊，那六月的时候是吧？啊，突然间发生那个意识障碍，昏迷了啊，那个发热，当时是没有抽筋，没有呕吐啊，当时那他的同事工友。就帮他什么茶油啊，什么针灸啊，后来耽误了3个小时，才打电话120送到深圳的一个三甲医院急诊，当时立即就那个转到 ICU 了，就诊断是那个中暑了，啊，当时已经啊那个昏迷，啊，那个肢体过身。啊，那个没有睁眼，疼痛刺激没睁眼，啊，那个肝肾功能、心功能有点受损，啊，当时就诊断是那个中暑，啊，中暑之后啊，那个住进了 ICU 呢，这是原来 ICU 的病例，啊。25号发病嘛，25号晚上啊深夜的时候发病嘛，啊，到7月2号啊，那天是星期四啊，已经昏迷的第八天，后来他公司的领导呢就征得了医院的同意。就请中医会诊，就请了我去。当时那个 ICU 的医生啊 ，ICU 的主管医生非常配合，啊，非常配合，啊，他啊，因为昏迷了八天了嘛。当时这个医院呢，刚好那个时候呢，有3个中暑的病人，这一个呢是入院最早的。啊，医院最早的时间最长，昏迷了八天，啊，那个就同意会诊，同意会诊我就去了，去的时候呢，那个ICU 的医生呢就提供了刚才那个病例给我，啊，我当时看到是病人是双目睁开，凝视，瞳孔散大，对光反射稍息，啊。那个肌张力高啊，因为在
冰潭里面，所以没有啊观察到有没有汗出啊，有没有那个发热啊。金匮要略不是说无汗就是那个干净吗？其实无汗是干净是一个表面的现象啊，口径啊就是干净，有口径有那个卧不脚趾就是干净了啊。那个不是有汗跟无汗的问题，没有发热，但是主管医生说有点微热的，因为在冰潭里面啊，有热就变成不热了啊。那个脉沉言而说，上了呼吸机，所以看不到那个斜向啊。当时我就用了葛根汤啊，白虎加人参汤，因为有发热啊。到第二天，因为那个药房煎药的耽误啊，第二天才能吃药，才能有药，有药吃。吃了两次，心率啊120。我开药之前呢，我就跟那个主管医生说，我们用这个方啊，有可能会心率加快。那个 ICU 的医生呢，他说哎没问题，你用吧啊，你告诉我就行了啊。如果我发现他心率加快，我们就用西药帮他那个把心率减慢啊，就配合你啊，你怎么用你尽管用。他说啊，所以呢我就不管了啊，那个心率怎么的我不管啊。那个但是啊，用了一服药，当然呢还没有醒了，我就跟 ICU 的主管医生协商，我说你们医院昨天开的药今天才有的吃啊，那怎么配合啊？急性病要第二天才有药吃，说不过去啊！啊，我说怎么办好啊？那主管医生也他说没办法啊，我们医院是这个流程是这样，我的处方要开了给中医科的主任转方了之后呢才到药房又煎药，就。我说打不如这样吧，啊，你这样配合，我说那个，让病人自己煮药，啊，我开了处方，病人自己煮药。他说可以啊，不用审核了吧？我的处方不用审核了，啊，后来我就葛根汤啊，那个把麻黄啊那个加到20克，麻黄加到20克。然后再加啊大肠气啊，再配合大肠气啊。那个3号吃药啊，3号吃药，6号啊就那个已经那个那个服了2次啊，继续开一天的开的6号啊。七号的时候呢，就把麻黄呢增加到25克。昨天是20克嘛，今天我是25克。25克呢，到了星期天的第三天，就是用了麻黄放开的用了到第三天的时候，星期天那天是7月5号，那个主管医生，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今天服中药一次，病人的意识开始有所恢复，呼之有反应啊，那个心率啊没有特别增快，大便已经有一次啊。后来我问他怎么那个呼之有反应呢啊，他说他能啊听指令，能听指令啊。后来我说这样吧啊，晚上能不能配合啊那个喂药，因为要靠2服，一天2服分4次啊，就是
原来的方麻黄蒸到35克，啊，麻黄蒸到35克，一天两服啊，两次。到星期一的时候，第二天了，有那个主管医生呢，上午就打了，又来电了，他说这个病人神志已经转清了，那个瞳孔对光已经有反应了，大便通畅，心率那个大便通畅，还心率110，后来我听他这么说呢，我就立即下午就赶到深圳，赶到深圳再看他。这个病人已经能手能握，眼睛能眨，能听指令反应。我说看这里，看这里，他听到，那个这个时候呢，我们麻黄还是35克，那个我开了2天的药，伺机日夜白天晚上都用药啊。这个照片呢是当时上了呼吸机的第一次去看他的那个照片啊。到7月9号就两幅吧，主管医生就跟我说呢，病人已经呼吸机已经撤掉了，神志跟前几天差不多卸下已经多次后来我就继续用药，就不用大承气了，不用大承气苏醒了嘛，瞳孔那个已经对光反射有了那个麻黄继续还是35克到那个7月10号就病人呢就转到那个普通病房了7月12号就转到普通病房了普通病房就另外慢慢恢复了，就根据当时那个医生评估呢，就说那个到康复科那个普通病房的康复科那个慢慢恢复，估计是没大问题的就这样这个昏迷的病人呢醒了之后的一个视频当时我就下午赶去嘛，他就已经跟我可以挥手可以握手很好可以吃东西这个昏迷的病人醒后局部的那个康复已经可以进食了呼吸机已经拔掉了这个病人从那个6月25号发病昏迷的到第9天开始服中药，第8天我去看他嘛，第9天开始服中药嘛，到7月3号嘛，7月3号开始服中药嘛，7月4号就开始放开的用麻黄剂嘛，那个7月5号就已经有转机了嘛，后来就成那个日夜连进。1天2剂就是70克的麻黄
放开那个剂量之后，第三天就苏醒。苏醒啊，那个基本苏醒啊，所以啊，那个这个啊病人啊，我们是一个很成功的用那个麻黄啊开窍还魂啊的一个案例。所以我们用麻黄鸡的时候啊，麻黄的主要功效不光是在那个发汗平喘利尿啊，更重要的啊，可以治疗肌微挛重症。今天我的汇报就到这里，谢谢大家。